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今天四哥，和四哥来这边沙田肉王国这里来帮他拉点肉子，香不香？香，我闻到好香啊！好香，真的好香。它这种肉质又没有酸味的，很清甜，吃不腻的。陈哥，这里就是沙田肉仓库啦。好多肉。我妹阿龙他们就是在这里，对啊，在这里装货啊。也是。这准备发走的啦，这个。也是打包发走的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写有名字的啦。那谁啦，订了货了，准备装货车发走。弄那个包装，搞这个，爱想用啊。过年嘞，过年就亮了一个呀。哎，看起来就亮了。这个就是拜神用的，那边装袋子，今天全部发走，发货车，发货车，发物流，对，发物流的。这些应该是发到水果店，然后人家再转卖的，然后走超市那些。对啊，嗯，是优质的吗？优质沙田肉啊。是沙田肉。好呀，好呀。两货，两货。两一两是沙田肉两吗？好，沙田肉两啊。挺不住撞到他爸爸了。这些果今天基本上全部都要拉完走，剩下来就剩下这一堆了而已了。哎，快没什么货了。二楼仓库还有，我上二楼看一下。我们上二楼仓库。阿成，哎，苹果妹直播间说，肉子不是容线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沙田肉展销中心中平村民，对啊，这里是这里村委会，等一下我们装果进去，大家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是不是容线的？肯定是容线。等一下我们就装车，用大车拉回去。仓库就在上面了，二楼。仓库在二楼，现在我们上去。四哥，你们是不是就在这里打包啊？对啊，这里不是箱子吗？箱子啊，那里都打包好友啊。这是你们的电脑啊？对，临时办公室。可以吧？我现在我要打单了，要打单，等一下把它发货发出去，然后再用你的车拉个千把两千斤回去。可以拉两千斤应该装得下了。拿回去自己要吃啊，是不是？平时开轿车过来拉不了多少，轿车也是拉几百斤。是啊，顶多拉几百斤。这些都是装好的吗？是啊，昨天封好箱了，然后要拉回去是吧？要 啊，今天拉回去发货。从容县拉回北流发货便宜一点，这边快递费都20-30。20-30都是相当于半箱果了。20-30还是你们量多的，如果是单去发了，上次我问到单自己发的话，以前我想发给一个朋友嘛，要差不多40块钱那个快递费，所以说没办法要拉回北流那边。北流那边的话我们有合作的快递，便宜一点。很多人都说贵，其实他忽略了这个快递费贵啊。是啊，因为他这个比较重，不像其他东西，如果是3公斤以下的话就便宜。对，就十几斤了。对啊，13-14斤了，13斤了，加包装。哎，四哥，你这个是在打单吗？是啊，你现在打一点单。然后这是快递面单啊，打出来了，然后就贴上去就 OK 了。这个不是快递公司那里弄的吗？我自己弄啊，不用搞错啊。哦，这样。嗯。要学的东西蛮多的哦，这里电脑。打好了，贴单，等一下我们就拉回北流快递公司那里去。哦，那可以。要是临时办公室有点凌乱。或者这个大点。12斤啊，10斤。
买单呢。啊，你去买一个。我没去买。我的想买一个。现在准备装车回去了，先装这个纸箱，可能一车都要装满了，以为装不满。泡沫装了大一点的玩意泡。方便哦，这个装车呀，是啊，方便啊。妈妈，不然你慢慢搬下去，下面的话累哦，累哦。这个要放这个，这个好玩哦，好玩，好玩上去哦，好玩，你在这里多玩一下，好玩，这个感觉放下去，玩下去。辛苦你了吧，强哥。啊，强哥走。装火了，装火了。该稳了吗？这样要？你要多少件？要几件得了？你要几件就得了，是吧？送点朋友嘛，送点粉丝朋友支持我的朋友。OK 了，准备回去了。来吧，应该结实了。可以了。阿成，要不这样，全部拉回你家算了，过年慢慢吃。吃不了那么多。吃不了那么多。你想啊，这个是要发货给人家的。是啊。这装好箱，贴好单就要发走了，下午。那走了，回去了。好好好。这里视频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